Ghost downtown, baby. You turn it on my man, downtown, baby. But keep a story short.徐凯的新闻怎么每条都那么好笑？徐凯被八卦媒体拍到和潘粤明等人聚餐出来，喝醉了摇摇晃晃出门，走着走着还想跳舞，被工作人员一把揪住扔进车里，隔着口罩都感受到了对方的嫌弃，仿佛在说快走吧，咱丢不起这人。不愧是横店唱跳第一人，当初在蜜桃被吓到原地起跳的人仿佛不是他。咱就是说，索索你真的是一点偶像包袱都没有啊。徐凯刚才一下从那边跳到了这边，真的，我刚跳了2米。你最就是我的态度，不用怕，放弃这么外。